好，来，五六七，走，一。今天坐在前面的时候，就是你笔下的那个才葛佳人，舞蹈王峰才葛是这次专门为河南卫视《端午奇妙游》创作的。我们现在说的这个“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”这样的含义，把它凸显出来，进行了一个设计，就是相思。包括我们在这个舞蹈当中，以才葛姑娘为一个基础，再加上了这个诗人，然后做了一个对应，希望这个作品最后能够呈现得非常的丰满。河南卫视2022端午奇妙游，让我们在舞蹈王峰才葛中感受时间的流动。